家好，我是哈雷蜜。哈雷蜜现在在吉祥寺的口琴横丁。那为什么它叫口琴横丁呢？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居酒屋跟小店，各种杂货店林立在里头，就很像口琴的那个簧片一样，所以叫做口琴横丁。那现在哈雷蜜要进去找好吃的东西了，快点跟我一起进去逛一逛吧，走走走。哈雷蜜现在来到的是刚刚遇到的两个日本人推荐我来的一家居酒屋，因为口琴横丁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居酒屋，非常难挑，说它的关东煮非常的好吃，加太多黄芥末好呛哦，味道很鲜美。来这边吃东西啊，记得一定要点个酒来配，你要享受一下这个日本的氛围，昭和年代的气氛。肯定的，大侠店它是一家很多人的汉堡店，然后就是刚刚对面的那间汉堡，让我们来试一下。哇哦，口琴横丁里面真的满满的居酒屋，好多美食。哈雷蜜真的有点醉了，我要回饭店睡觉了，拜拜。